祝福你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在台中的时光，那是想要找人改善小学校。大家都知道要去找一个人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徐金依师姐。她今年已经77岁了，除了做裁缝，也很好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很爱学新的东西，跟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无闲，也很充实。到底师姐是在无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去人若精，啊去就顺，啊去若顺就较袂破病。啊，手若较灵活，较灵活，较袂中风。帮助，我感觉第一，咱后日较袂无聊啦。咱即摆咱嘛爱想讲后日啦，咱要食偌，搁食偌久，毋知影，吼。啊！你讲，甲听啊！你脚袂行时，再咧找工无工课好做，你要安怎？我脚袂行，我手也会写字啊，阁毋是安尼？啊，就是爱尽量啊，人讲袂想赢，爱先想输个。我若较早厝，到即马是做差不多开始学，到即马只要60年有啦。啊，毋过以前啊学是拢无咧，无做较济啦，做家己个尔啦。我是感觉讲家庭副业啦，啊都。比起过街搭水果较好。安尼两领拢穿好啊，啊，即马有运就好。即个甲咱有咱的心同款，啊，心有诶，若讲安尼慢掉咧，啊，就甲有落去咧。好，来滚起起，一个低咧，甲一个红诶无同款。我毛笔字若愈水，
这个就跟俗毛笔字有小可关系，你敢无感觉？我毛笔字若愈水，我字会愈水啦。所以你咧绣拢无像人拢当音仔的。我以前咧学是爱哦，啊当音仔啊都累哩，啊念嘛是念袂准啊，啊念久才会准啊。啊你即马拢免啊？啊即马就免啦，啊免，但是即马我有甲伊讲有一撮歹字，就是我手小可会起轮，啊伊就变做会变做安尼。无讲规个车轮规个安尼顺顺安尼，伊安尼小块，那跳尖安尼，啊，所以我爱阁塞倒转去，啊，等于安尼字就较袂水啊，袂金头袂水。我安尼啊，我膝盖个，这个叫做啥？退化性关节炎哈。啊，我看你安尼抬个抬到最好诶。真正，我退化性关节炎，我脚头有大细粒啊。有啊，这条加肥。这就啊，即马这是靠运动甲做瑜伽，啊无早都爱开刀啊。暗时啊，吼，那。就爱呼吸，啊，若无会疼。啊，所以我有迄个力好劈腿，我爬较袂起来。力因为这里有问题，就爬较袂起来。啊，无你若讲亲像安尼，阮教练伊脚拢举咧到遮起来，我举袂起来，我到遮尔，举袂起来，安尼尔。啊，劈腿我有法度。劈腿我法度，啊，但是爬起来这个较困难，爬起来因为这脚头有问题吼，爬较袂起来，无力。啊，我是靠运动，无早我甲遐讲，我若毋是靠运动，我早就袂行。咱人就是爱运动，因为咱的筋头吼，伊你若无运动会筋硬，啊，你这哪敢救大一个弹性？啊，你若有运动，伊这里较有弹性。伊就较袂慢活啦，你无看有个人，有个脚翘翘、手翘翘，就是安尼。迄就是我运动，啊，伊就是慢活。我是感觉讲，人若无安尼活动吼，已经，我差不多根本要请外劳啊咧。你若讲无运动安尼啊，对啊，啊，你就是爱运动，咱有法度咱家己自理。咱要食啥方便，要煮啥方便，要来打嘛方便。所以你就是。惊讲后摆无多诶，哎，我就是惊讲后日咱麻烦人，啊，你要听人不一定方便诶，啊，你无听人讲，请人哭无目屎啊，有无？古早人讲即句话，请人哭无目屎啊，你甲你伊甲你讲好好好，啊，都毋知电视啊在要甲你做，啊，都啊，咱家己要创啥足方便诶。咱就是有迄个心在想要做啦。啊，你讲人用甲咱叫咱来做吼，你做袂落去啦。咱就是讲家己有迄个心，就是讲即款的工课吼，毋是讲真粗重嘛。啊，是讲咱若有迄个心，咱就来做吼。我家己想是讲对咱一定有帮助安尼啦。我讲遐济岁啊，求平安就好，唔好求添福寿。
啊，我定甲新平讲，我讲，若要添福寿，莫添福寿；啊，若要添福寿，爱添会做工课。啊，若未做工课，莫甲添，添咧拖累迄时势。啊，我讲安尼对无？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是唔好加添，啊，若要添，爱添就做工作。啊，无去嘛，遐侪岁啊，你要上班的人嘛爱退休啊，啊，你要搁共，要搁赚偌济，要搁做偌济，嘛是有限啦。啊，即卖心就是想讲，来做义工，啊，求求清净，求平安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免求啥，啊，就敢若讲，咱的囡仔安尼来我大细吼，较平安咧，啊，莫讲去做歹代志。伊若做歹代志吼，你较侪钱，你心肝袂清，你著真艰苦，我甲你讲。像这个说算好，能应付。是讲会使用就好啊。你顶若讲，干呐用纸安尼用，用到尾会轻轻啊吼，背着就落掉。啊，若电风一吹，伊就吹涂骹去。啊，咱即摆安尼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哦，啊，这里。一年才有一张啦，毋是逐年有，毋是一年几啊张啦。迄、那个二四啊，这二五啦，啊这二六啦。这二七啦，伊这毋知啥日啦。啊，这个二八，多菜多煮哦。啊，这个卖退化就好啦，我拢讲卖退化就好。好囝是安尼啦，伊甲咱关怀是。嘛是应当的啦，啊，如果是咱会当处理就处理啦，咱莫尽量莫麻烦囡仔啦，因为囡仔嘛是真无用，伊早时出门伊嘛是拢真暗才转来，啊，咱就尽量莫去给麻烦。所以你的人生就是拢家己来。本来你就爱，咱爱有安的想法啦，唔好想讲，啊，我都有囝有媳妇有孙啊，我逐项免做，安尼就无啥对啊。咱会做就爱手起做，啊，若有正经袂做，则阁拍算安。工作一定要认真来做。啊，你若讲家己都逐项都惊，啊，逐项都无爱去尝试，当然对家己一定是无好。所以其实不管年老少年，拢爱人生，拢爱家己独立。对啊，啊，你昨去，我毋是摕一张来看，人爱八十岁嘛，才咧遐咧学尔。啊，我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这个这句话就确实咧。啊，人。人有一遍、两遍、三遍会晓，咱有十遍、二十遍，一定起码会晓一丝啊，对吧？啊，咱虽然身体收袂水，会行就好啊，会振动就好，有振动就好啊。好，他是属于一个真的这么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人。简单啦，而且他的心态很正常，就是很有爱心，好、哦，勇于帮助人家，很诚恳的。那在我们这边，他也是跟我们都打成一片了、啊。哎，啊他，
他就我也觉得都哎，他这样很动，很有活力哈、哦，跟年轻人也是都很融合，就是说不会说有辈分之差，就是哦，大家都打成一片，哎，那、啊、这人就他的心很开阔，而且很善良，哎，这样。无啊，咱人世间还有一束付出，唔好干那自私。我感觉你若想自私的人啊，你家看，从头看到尾吼，都得伊拢比人无较好，确实无较好啦。啊，咱就是加减一寡付出啦，咱就要安尼身体吼，我是感觉讲，算甲人比起来，佫较好，咱唔敢比啦。啊，若讲讲起来，咱算袂歹啦。啊，像讲安尼未来，你的人生佫有甚物挑战无？啊，我即摆就继续安尼行落去就好啊。也伤激烈，我无法度啦。好，啊，就安尼继续行落就好啊。啊，唔知要佫行偌久嘛，唔知啊。啊，就莫想遐济就好啊。游泳嘛近啦，啊，坐车嘛近啦，啊，买菜嘛近啦，啊，公所啦哈，农会啦，邮局啦，拢近近。我妹妹甲我讲，你若无爱做，你会退化。是莫生气了，较侪分气，你若生气了，你会感觉足忝。啊，少年气了，无要紧，困醒就好啊。下来像这个笔画比较少，你就是要稍微也是一样写稍微比较大一点。没有，那这个笔画比较细，就在我那里啊。你也在下，请那里。你现在就是写的字跟他一样大，这三四个一样大就好了。静一同学，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，非常的钦佩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，但是呢，他对于老师的尊重跟准时上课、下课，还有每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，都会拿他这一个礼拜的学习成果、学习作业过来我看，我们全班都觉得很惊讶，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他写的量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们看到他带过来的作业，大概就知道说他几乎每天都是在写书法。受不了，啊，再等等，受不了。这个老够老，当欧了啊，每天都有进步了，进步一点点啊。已经下，多多都有进步了。要打缓啊。嘿，这个哈，这个是信纸，对不对？这是今天的作业，等一下一个人带一张回去。嗯。你就写新的，请你用小楷。小楷写啊？对，老师在考书啦。小楷写好的时候，我们一样就是可以来做这个线装书。
了较袂破病嘞，你毋知有感觉无？做了较袂破病，因为我精神拢管伫遮，较袂乌白相。啊，你感觉讲咱安尼咧做，你嘛感觉足灵活，你敢无感觉？啊，就时间留啊长咧，啊，管事就好。管事即嘛有个人要催我，伊讲啊，伊去做环保啦，安尼讲。当时，有阵时啊，种稀稀花花呢，啊，咱做这事，确实对社会靠帮助。你讲，若看到纸啦，看到啥，你捡起来，啊，无你车若到啦，啊，若水压落啦，啊，毋是老了了，毋是去拍算。啊，咱台湾无啥物资源呢，拢靠外国进口。啊，咱就啊保守这个资源，一旦搁回收，就一旦回收来做，啊，莫尽量浪费安尼。厝内就敢当无，年岁有增加，啊，身体就敢当无增加较歹，安尼就好啊，无较退化安尼就好，安尼就算进步啊，毋是啊？对无？咱年岁增加，啊，你体力一定会退化。啊，精神嘛退化，结果我家己感觉敢那无啥退化。啊，就是讲，若看我打 TV 安那讲，愈打愈勇哦。伊讲我讲哦，多谢你的好经验，有影愈打愈勇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这句话，金医师姐就是最好的模范。她说，吃到这个岁数，要认真学习，头壳才不会退化。而且，她没比别人更高，只是比别人更有勇气去挑战新的东西。所以生活才能快快乐乐，才不会感觉孤单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这嘛是有百家路客。我讲，虽然讲大风大浪吼，已经嘛过啊，咱嘛算平安啦。